环爱国际教育集团，环爱全国新冠军艾利克，大手牵小手环游世界去，联合毕业典礼，典礼正式开始。宝宝，我们先用掌声来为我们这一次的典礼揭开序幕，掌声鼓励一下。三年的时光如流星般飞纵即逝，往日一起唱歌游戏跳舞的点点滴滴，都是园长和每位老师心中永恒美丽的回忆。就让我们凝聚园长与每位老师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爱，为我们小宝贝们缤纷快乐的学前教育画上璀璨的休止符，并且迎接更多彩多姿的小学生活。欢迎我们今年的男女主角毕业生，请进场。爸爸妈妈先掌声鼓励一下。首先由我们环爱大 B 班，还有我们全国大班邱老师所带领的两个大班，缓缓地从楼梯上方，我们要走向舞台前方。一路上许多相同感，好，宝宝，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环爱大一班是由我们 Coco 主任所带领的毕业生，全国大班由我们邱老师带领的毕业生，哇，今天都充满着自信，从舞台上方走下来。紧接着就是我们环爱园大二班，由 Candy 老师所带领的，还有我们艾利克大班，由 Chris 主任所带领的大班毕业生，缓缓地走向舞台。再次给两班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每一位毕业生今天看着他们脸上自信的笑容，还有骄傲的脸庞，代表他们今天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会一一介绍今年的毕业班班级，今年毕业班班级有四个班。好，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环爱园大一班的毕业生，顺便让每一位家长都认识一下啊！哇，这是我们的杰恩哦，非常帅气的模样啊！品轩也慢慢长大懂事喽。是我的生命。好，我们的妍妍，我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哇，丽瑜，这是我们园长的宝贝女儿，哇，眼睛好大，跟园长妈咪很像哦，哇。接下来我们的彤彤，彤彤非常的乐观活泼哈。这个是我们的佑佳哦，佑佳体能非常的好哦，跟哥哥一样啊。好，这个是我们的婷婷，哇，婷婷也是非常活泼外向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燕婷，哇，有点害羞哦。哇，这是我们的哲哲，也是非常活泼外向啊，也是老师的小帮手。好，看到我们的佑腾，小时候非常的可爱啊，哇，长大已经慢慢的懂事哦。好，这是我们的奕晨，哇，奕晨在语言的发展哦，非常的厉害哦。我会永远有你。好，这是我们的钟燕，非常帅气的模样，哇，小时候这么可爱。哇，这是我们慈恩，慈恩，你看小时候笑得这么灿烂，看到我们毕业班，你看变得哇，非常的厉害哦。好，这易阳是非常活泼外向的哦，精力旺盛。好，这是我们的陈毅，也是一个小帅哥哦。
跟彩蛋小时候很像啊、哦。好哇，宇阳哇，非常活泼，体力惊人。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带去公园啊、哦，运动一下啊、哦。好，这是我们的哲哲，哇，哲哲哇，一样是帅气模样哦。是我的生命。哇，恭喜我们，这是我们环爱大一班的全体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相信爸爸妈妈都已经认识我们大一班全体的小朋友，欢迎我们大一班毕业生，请进场。由我们 Coco 主任带领的大一班，每位小朋友充满自信的笑容。哇，今天的服装都是非常的美丽帅气哦。哇，站好自己的位置。我们今年的方式，每一班会分开来颁毕业证书跟礼物哦。好，接下来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请毕业生代表李杰恩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马明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掌声先鼓励一下。我们今年的毕业证书，我们园方准备了非常大张的毕业证书，恭喜他们通过了五育德智体群美哦，五育兼修哦，表现优异，获得我们毕业证书，将我们证书举高，掌声鼓励一下，来祝福他们。谢谢我们园长妈咪，毕业生代表乡友尊七补尊。接下来颁发毕业礼物，我们请毕业生代表林成义小朋友、杨义成小朋友，两位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妈咪再次为我们颁奖。好，我们的礼物有我们的书包。好，园长妈咪准备的精美的书包，里面装满了我们园长还有我们主任满满的爱跟叮咛，还有我们新北市市长奖，里面有字碟还有环保碗筷。好，非常感谢我们毕业生代表听口令乡友尊七补尊，掌声先鼓励一下。结束之后每位都有书包跟我们的毕业礼物哦，还有我们的毕业证书，但是没有这么大张，大张的要来跟我们园长妈咪一起来合照啦！拍照时间，大一班家长可以赶快下台，我们开放26秒钟，赶快。26秒很紧凑哦，因为台风天，原本30秒缩短成26秒，速度要加快啊！拿起你的相机，赶快。哇，坐上面的家长哦，动作要加快哦。好，我们主任跟园长将我们的证书举高一点。哇，恭喜他们毕业了！我们今年用大张的毕业证书，让每位小朋友哇拍照的时候都可以拍到大张毕业证书，非常的清楚哦。再次用掌声来祝福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爸妈请回座。哇，恭喜他们！接下来我要介绍第二班，由我们全国园大班的每一位的毕业生，他们的毕业照，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照。大班，我们这个我们全国园的大班，哇，这一方面哦，这是我们的哦，小博，哇，非常的可爱哦。哇，这是我们的云深。好，这是我们的倩倩。好，坐着我们天真啊、哦、活泼快乐的哇旋转木马。这是我们的宏伟。我小时候跟现在差很多哈、哦、我们的守门员呢。好，这个锦泽也是我们足球队的哦，体力非常的好哦。我们全国园足球队的相当多人在练习哦，这是我们的轩轩。哦，轩轩非常有气质哈、哦，他的笑容都不一样哦。这是我们的慧仪，我们的美少女哦。哇，小时候就那么可爱哦啊、哦！啊，这是我们的燕泽，哇，小时候就会骑脚踏车，你看非常的厉害啊、哦。好，这是我们的佑轩，哦，女生都是非常有气质的。
好，我们的彩宁，哇，哥哥郑赫也很会踢足球哦，他也是哦。好，这是我们的艺人，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俊彦，哇，眼睛这么大，这么可爱啊、哦！哇，俊彦跟俊德是双胞胎哦，哇，两个长得很像啊、哦，小时候认不出来，长大马上就可以认出来了，因为一个吃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子萱，哇，子萱眼睛真的很漂亮啊、哦！好，又喊美少女哦，哇，一样是非常的害羞。哇，我们的许恩杰、哦、我们人气王哦，女生非常多喜欢他哦，又会踢足球，又长得帅气啊、哦！啊，星浩，星浩，哇，体能也非常的好哦。好，这是我们的玉林，哇，老师的小帮手啊、哦。好，这是我们的品成，从小就爱打棒球哦。我们下一个林植伟要出现了啊、哦！哇，我们小富富啊、哦！哇，小时候就非常会穿着啊、哦！好，这是我们的萱萱，这么小就拿这么多东西啊、哦，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帮手啊、哦！我们千惠，哇，小时候可爱的模样哦。嘉盛哦，这个阿嬷指定一定要 po 的哈，因为阿嬷太想红了。好，雨辰，哇，妈妈喜欢带他们到户外哦，哦，看到他们的照片就知道了啊、哦。好，我们的博宽，哇，博宽也是我们的足球队哦，运动细胞非常的好，恭喜我们全国员毕业啦！接下来欢迎我们全国员全体的毕业生，请进场，掌声鼓励一下。由我们邱老师所带领的全国员啊，全国员大班的人数比较多哦，好，要挺胸哦，要站好，好，听裁判老师口令 ，Attention。哇，你看很有精神，对不对？好，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接下来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请毕业生代表张俊彦小朋友请出列，由我们园长妈咪来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好，一样哦，我们每一员都有制作他们哦颁发毕业证书的哦，哇，大张毕业证书哦，我们今天也请到韩国哦美少女来我们当司仪哦颁奖的哦仪式，好，掌声先鼓励一下，好，谢谢我们毕业生代表。接下来我们颁发毕业礼物，念到小朋友请出列，徐依仁小朋友，陈星皓月小朋友请出列，我们请我们园长妈咪为我们颁发毕业礼物。哇，我们的书包哦，园长哦非常用心帮你们找，哇，非常适合的书包哦，还有我们的新北市市长奖的礼物，好，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好，来，代表听口令，向有尊，七补足。好，接下来我们拍照时间，我们全国员大班家长请下台，帮他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哦。我们只有哇，短短的20几秒的时间，动作要加快。哇，我们今年的毕业照相信拍摄起来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哇，我们全班的大合照，还有跟我们毕业证书恭喜五育并进德智体群美部分完成我们学业了，接下来上小学要更加厉害。好，来，爸妈请回座，非常感谢。
好，也要感谢我们的园长马明，还有我们的邱老师，全体全国员请起立，恭喜我们全国员大班的毕业生。接下来要为我们介绍是我们艾利克大班的毕业生，一一为各位爸爸妈妈看到的影片，每一位的毕业生的生活照，还有他们的毕业照。每一员的班级，我们选的歌曲都不一样哦。这是我们的家常，哇，小时候就是非常帅气的模样了。哇，我们的敏琪，美丽的妈妈跟我们的敏琪长得非常的像。好，这是我们的玉琪，从小就要骑伟士牌了啊、哦。接下来我们的俊成，哇，俊成他也是上我们足球队的哦，哇，非常的厉害哦。这是我们的陈豪，哇，在我们的户外展现他阳光的一面。我们的怡如，哇，从小就会骑脚踏车，爱运动哦，长大比较灿烂的笑容有看得出来哦。接下来我们的冠伟，这个水饺应该很多人要抢着吃。接下来我们的瑞晨，哇，还会摆出可爱的 pose 哦，专业哦。接下来我们的萱萱，哦，萱萱长大之后非常的有气质哦。哇，这是我们的星星，哇，非常灿烂的模样。子琳，哇，子琳长大她的笑容也是非常的美丽哦。好，我们的志成，哇，非常会摆 pose 啊、哦。这是我们的凯燕，哇，小时候，哇，相信这就是爸爸牵着小朋友手，大手牵小手的感觉。恭喜我们艾利克大班毕业啦！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艾利克大班的毕业生，请进场，掌声鼓励一下。由我们 Christine 主任带领的毕业生，哇，你看每一位小朋友哦，女生非常有气质，男生都非常帅气。听裁判老师口令 ，Attention， 都要挺胸站好哦。接下来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请毕业生代表郑凯燕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妈咪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请到这一位原住民的帅哥，啊，刚刚花500块要抢这个位置啊、哦，好。我们哇，恭喜我们艾利克哦，大班获得毕业证书，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请代表请回来原来的位置。接下来颁发礼物，我们念到名字的小朋友请出列，张家昌小朋友、陈怡如小朋友，两位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妈咪再次为我们颁奖。哇，这个礼物啊，是我们 Christine 里面装满满满的爱心，哇，还有我们园长哦所赠送的书包，还有我们新北市礼物哦，里面有字典，希望遇到再多困难的字，都要去查把它找出来哦。掌声先鼓励一下。好，我们毕业生代表听口令，小友尊，去补足。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全体的毕业生一起来拍照啦！园长妈咪拿起我们大张毕业证书，家长来，赶快请下来。好，由园长跟我们 Christine 主任，还有我们全体的艾利克大班毕业生一起来拍照留念啦！恭喜他们毕业喽！好，虽然我们 Christine 带领这个大班一年，但是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哇，非常多的时间在叮咛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园长也非常用心，为了这个园所，啊，除了装潢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还有师资的部分，哇，都把它调整成最好的状态。好，看完我们第三个大班毕业班艾利克之后，接下来最后一个第四个班级，也就是我们环爱园大二班的毕业生，一跟爸爸妈妈认识一下。首先看到就是我们的志玲，
不是林志玲，是苏志玲，都一样是美少女哦。接下来我们的瑞俊，俊俊哦，一样非常的帅气哦。好，这是我们的美芳，芳芳妹妹。好，这是我们的黄玉，你看她的笑容啊，以前比较腼腆，你看毕业照都非常灿烂的笑啊。我们的曹栋，曹栋她的双眼皮非常的漂亮啊，不是割的哦。好，我们的红红，哇，这几个女生都非常的有气质啊。我们的红莹，好，我们的彩杰，哇，这应该是在日本还是韩国哈，非常有气质的模样。我们的嘉轩，轩轩，哇，轩轩是非常老师非常喜爱的哦，上课非常的认真用心。我们的博瑞，好，瑞瑞哦，一样非常的活泼。这是我们的新慧，哇，新慧大班之后非常的外向哦，非常的开朗。我们的安云，上课非常认真的一位小朋友。好，这是我们的腾腾，哇，看到他们的帅气模样，腾腾也非常爱运动哦。这是我们的一杰，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啊。好，看到我们的梓彤，彤彤妹妹，哇，这一班美少女特别多哈。哦，你看这个也是哦，我们的舒婷。哇，恭喜我们华园大二班毕业啦！欢迎我们大班毕业生，请进场，由我们 Candy 老师带领着毕业生，好，来到舞台上方，掌声鼓励一下。好，来听彩导师口令哦，要精神了，来 ，Attention。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请毕业生代表廖黄玉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妈咪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哇，我们毕业证书一样哦，我们为了让爸爸妈妈方便看到这么大张的毕业证书，哇，所以我们园方非常的用心，为每一班制作了他们班级的毕业证书哦。好，我们掌声来祝福他们。好，非常感谢我们毕业生代表。接下来颁发毕业礼物，我们念到名字的，请出列。郑瑞俊小朋友，陈红莹小朋友，请出列，请我们园长马明再次我们颁发毕业礼物。哇，我们毕业礼物哦，是我们结束之后每一位小朋友都有的，园长准备的书包，还有我们新北市市长奖里面放的字典、环保碗筷。好，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毕业生代表两位小朋友听口令：香有着，七补着。好，我们接下来跟园长妈咪一起来拍照啦，还有跟我们 Candy 老师，爸爸妈妈赶快来台前。哇，我们开放拍照时间，爸爸妈妈要争取哦。啊，有些坐的比较高的。哇，要移动你的脚步，速度要加快啊！注意你的安全，将我们大张毕业证书拿高。啊，有我们园长妈咪，还有我们 Candy 老师，拿起我们的毕业证书，小朋友展现你自信的笑容，赞！哇，我们 Candy 老师会自己 Q 哦，哈，好，非常好哦。好，展现你的笑容，时间到。好，爸爸妈妈请先回座。好，以上就是我们四个班级毕业班所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我们毕业礼物。哇，那顺便也让爸爸妈妈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位的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全体的毕业生
请进场，我们四个班级的毕业生，请进场，掌声鼓励一下。有黄爱媛大一班，还有我们全国媛、艾利克媛、黄爱媛大二班，四个班级的毕业生。哇，因为我们今年是联合的毕业典礼，所以有我们环爱国际教育集团，哇，四个园所的毕业生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好，我们毕业生听口令，来，谦虚。好，我们挺胸，展现我们自信骄傲的一面，手摆后面。请我们园长妈咪给我们今年的毕业生爱的祝福，来，掌声欢迎我们园长妈咪，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今天大班小朋友的毕业典礼。首先一开始的时候，我想给大班的家长一个绘本故事。就是在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绘本故事，叫做《有一天》。这个故事的来源是因为有一天，他爸爸看着他熟睡中的女儿，有感而发写的一本绘本故事。他说：“曾经我亲吻过你每一根的小指头，还有就是曾经你在看到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我轻轻地抱起你。”然后看着雪花在你稚嫩的皮肤上融化，曾经你紧紧拉住我的手，穿过车水马龙的城市。以前你是我的小宝贝，现在我是你的大宝贝。这个就是我要献给今年大班所有的家长。从现在开始，今年的所有的孩子都开始是你的大宝贝了。我们今年的大班毕业生很特别的一届，就是在我们筹备所有的活动的过程当中，经过很多的波折，包括拍毕业照、毕业摄影摄影的 MV， 因为我们一直遇到下雨，所以一直延期，然后呢没有办法在就是提前把所有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的记录能够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完成。所以日期一再的延后，包括上个月都还在拍毕业照。那今天的毕业典礼，这个场地是在三个月前订好的，可是又遇到台风，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说能够如期的举行。那这意味着就是说，今年的小朋友，就是如果以后我们也祝福他们，在每一个学习的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一一去克服。那还有在座所有中小幼班的家长，今天我们也要谢谢你们，一起跟我们见证今年大班所有小朋友的成长的那个成长的过程，还有他们成长的回忆。那今天在这里代表学校跟所有的家长跟你们说谢谢，还有祝你们事事顺心，谢谢。掌声鼓励一下，感谢我们园长妈咪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园长妈咪对我们毕业生今年的祝福。接下来，薪火相传，梦想起航，我们请我们大班毕业生代表念到名字，请出列。大一班陈立宇小朋友，大班张淑婷小朋友，全国大班林慧仪小朋友、邱燕哲小朋友、艾利克大班许成豪小朋友，请五位毕业生代表请出列。请我们毕业班老师拿着我们的梦想天灯，将我们天灯交至我们小朋友手上，欢迎我们老师请出列。这是我们毕业班的四位老师，上面写着快乐成长，梦想起航，这是我们园长妈咪给我们今年毕业生的愿望。好，我们请我们毕业班老师将我们的天灯交至我们毕业班的手上。我
希望老师给你的，还有我们园长主任给你们的心愿，能够借由四个天灯，快乐成长，梦想起航，能够一一实现。感谢我们毕业班老师，毕业班老师请退场。接下来，请我们中班毕业生代表念到名字，请出列。中一班涂静柔小朋友，中二班蔡宇杰小朋友，全国中班卓志勋小朋友，周品言小朋友，艾利克中班杜品威小朋友，我们五位小朋友请站至毕业生旁边。好，我们请我们毕业生及在校生听口令，来，要面对面，向左向右尊。好，将我们待会的天灯要交至我们中班的手上，传承梦想起航，我们的星火相传，将我们天灯举高，掌声先鼓励一下。恭喜我们中班接到我们大班，我们环爱教育机构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快乐成长，梦想起航。好，来，我们转到前面，好，面向前面，将我们天灯交至中班代表手上，请传承。好，我们请我们大班毕业班代表请退场，大班的，好，向左向右转，好，退场，回到自己的位置。好，我们中班小朋友将我们天灯拿好，这就是我们环爱国际教育机构给我们全体的毕业生，也要给我们中班的代表继续传承下去的。哇，四个教育理念就是要快乐成长，梦想起航，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中班在校生听查档口令，向右转。好，七步走，将你的天灯带下去，请退场。好，以上就是我们传承的仪式。接下来，我们毕业班全体要带来这一首谢师恩，谢这个我们的师恩生生一生，掌声鼓励一下。这一首歌要献给我们全体幼儿园的好老师，还有我们的主任园长哦，大声唱出来。好，看哪一班最厉害，一起来。出场了，跟着我们毕业生起跳，还有我们的园长们，
起跟着我变身，一起跳起来哦。大声一点，老师不公平，愿意善变心，影响我的三颗心情。如果你丸子也那么幼稚，你们都是我的孩子。看别人不顺眼，要调整自己，我自己修养不好，才容易生气。准备一起唱，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教我们生活伦理，数学和国语。变成大声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感受我们的顽皮。老师永远不会忘记你哦，请园长妈咪带着主任老师来到舞台前方。好，老师来，向左向右转，起步走。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全体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主任们哦。好，我们园长妈咪带领着全体。